你为什么感觉我没穿袜子呢？看着像没穿。看着像没穿吗？嗯。你眼神该好的时候不好，不该好的时候挺好的，是吧？你看电视都挺好的。那还不是你们女人现在这些东西多，对不对？你们丝袜跟没穿一样。你要穿那种透保明暖的透明的，对。这还不是透明的，这是有点那个，有点暗。你给我那过来凑近我看一下。凑近看一下，嗯，看不清。来，你起来吧。我看不清。看不清。嗯。要我把灯打开吗？那就摸一下。来，给你摸吧。真的假的？我看。真的啊。真的是穿的啊。肯定的呀，不穿会冷。你这上手啊！天哪。不是你说你让我摸，你都同意了是不是？那我还不摸，我不是吃亏了，对吧？那你摸了我不是吃亏了吗？这话说的，那是你主动要求。我主动要求的，好吧。老师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嗯。这边外套有个同学帮你挂一下。正好外面很冷，冷吗？今天比昨天好一点。今天是那个。嗯。你讲话口音是有点像，我都没有说家乡话耶。嗯，普通话带一点的口音嘛。带点口音是吗？哪里的？应该也很近的。啊，对。后面要泡什么药水？艾草、醋、牛奶液。艾草吧。艾草是吧？您是第一次来吗？还没见过你。上个月，上个月好像来过一次吧。这开业这么久，你才来两次吗？嗯，我是不是很荣幸见到你啊？试一下水温看合适吗？嗯。